主料：鲜活海虾500克，辅料：姜、葱、盐、生抽、花雕酒、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葱切段，姜切丝，一小洗净，控干水分，油热后爆香姜丝，加入葱段炒香，倒入虾，同时马上盖上盖子，否则虾遇到热会从锅里跳出来，听不到虾在锅里跳的声音后，打开盖子，放入花雕酒、生抽、拌匀，盖上盖子，大概4分钟左右，开盖，虾卷去就好。不多，烹饪技巧，全程要用大火，这种方法最好是用活虾，判断虾是否熟，看它身体的卷曲度，90度时口感较好，到270度时是比较熟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